全球华语圈的朋友们，跟随我的镜头，我们去昆士明斯追 library 门口那里有活动，我看他们在搞什么活动，跟随我的镜头去看看。各位朋友们，跟随我的镜头，我们去看看他那里搞什么活动。英格兰是 look。I don't know. 我看他们搞竞选活动。He supposed to take Bonzi out a long time ago. Controller must have that much power to take out the mayor. He ain't doing this for the mayor. He's not going to do nothing for New York. Speak English for Chinese. Yeah. You speak English for Chinese. Right.这是纽约 Queens Flushing Library， 这里是在搞竞选活动，一个不认识的人叫斯金格纽约市长候选人。现在我知道有四个人竞选纽约市的市长，前段时间是那个杨安泽，陈大哥，你关，怎么进去的？你们怎么进去的？前段时间是杨安泽在这个呼声比较高，根据我看来呢，杨安泽竞选纽约市的市长的可能性很大。当然，现在纽约不管是谁竞选纽约市长都是民主党，共和党人是不可能竞选上纽约市长的，因为现在是纽约现在是民主党执政了，现在是天变了，这个天可能变不过来，可能永远都会变不过来，都是民主党执政了。全球华语圈的朋友们，跟随我的镜头，我们在缅甸看看纽约华人的活动。这里大部分是华人，可能这个叫什么呢？是什么格？可能也是华人吧，不然为什么这么多华人在这里？
这里是 Queen's Library。这就是西方，不管是哪个党哪个派执政，要想成为公贼，竞选公贼，就要通过竞选。不管这个竞选是真的是假的，你必须通过竞选。如果正常的话，媒体公众的监督挺厉害的。不过现在形势有些变化，现在要竞选上纽约市的市长，如果不是民主党，不是民主党的话，可能不是民主党的候选人，可能不太容易选上吧。至于将来，共和党人还能不能够竞选公职，都还是未知数。纽约本来就是个社会主义共产阵营，这里从来都是民主党执政。全球华语圈的朋友们，跟随我的镜头，我们在 Queen's Library 门口看他们做竞选活动。这是一小队华人在这里，这个推荐的候选人竞选纽约市的市长。他叫什么呢？我看中文名字叫。另外一个，谢谢阿姨，谢谢。这是免费发口罩，谢谢阿姨。你跟全球华语圈的朋友们讲几句吧，你们免费发口罩。我们是教会，这是教会，我是哪个教会？私恩恩典宣道会，私恩教会。哦，恩典宣道会的。哦，这是私恩教会免费。这个恩典宣道会。哦，恩典宣教会，恩典宣教会在这里免费发口罩。对，这个是我们地，我们有两个地。哦，全球华语圈朋友们，看看恩典宣教会在这里免费发口罩，在纽约很多地方免费发口罩，我也在您那个口罩。你要做转播吗？你想不想跟全球华语圈的朋友们说几句话？没关系，你给我那个一下就可以了。对。他们都能看到你的那个电话号码，恩典宣道会啊，宣道会跟那个教会有什么差别？我们就是一个教会的。哦，宣道会是一个系统，是一个。哦，宣道会就是教会的系统，对，一个教会的系统，就跟卫理公会啊，那个长老会啊，那个系统一样。宣道会有个宣道会。那边竞选那个施金格是华人吗？那个施金格是华人吗？那个是我们好像是台湾的。哦，台湾的。哦。台湾那边政党好像。政党国民党的好像。哦，国民党的。对。哦。他竞选纽约市长。哦，那个施金格是台湾人，他在纽约。纽约市的市民嘛，竞选纽约市的这个市长。就是，难怪我看到我说这个人不知道，我觉得感觉是华人，就因为这里很多华人在这里嘛。我们凑凑热闹，我们看看
看这个台湾人在这里竞选公职。这里是台湾社区推举的施晋德先生竞选纽约市的市长。他们比起华语圈的朋友就层次不一样了，他们层次高多了，他们基本上都是 PK English。中国大陆社区基本上都不会讲英语。随时适应的，就是那个男的，那个男的吗？Actionable plan less than transform
to thank everybody. So many prestigious community leaders. 他就是那个施静杰。Now forming the Get Out the Vote Chinese Americans for Springer. I also want to recognize somebody. 这是你们社区的活动是不是？ Government experience, a longtime friend, somebody who's going to do great things for this city and state in the future. She's a mom.A government official, and she is a big Springer supporter. You've got a great mom, Linda. Please give Linda a big round of applause. If I had known you were going to be here, I would have run Max and Miles. I would all run around and get tired. All right. Thank you, everyone. Thank you for being here, everybody. Thank you. Good job, guys. Hey,